白色系开放空间设计，历经九个月封馆改造，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店分馆以全新面貌重新开馆，跳脱图书馆刻板印象，增添艺术气息。新店系意象的流线型天花板贯穿整个空间，让人耳目一新。现在这样的空间是比较明亮，然后又整个气氛是很好的，光线什么都很棒，所以难怪做好久，我们好期待呢。更特别的是，这座图书馆首创全台以参与式预算规划，纳入民众需求，像是艺术阅读区、教学教室以及亲子阅览室，就连银发族也有自己的读书空间。这个分馆的改造花了大概2000多万。但是我一切看都值得了。新北市升格之后，已经投入超过20亿经费，扩增17个图书馆，也改造了59个分馆。未来将持续进行空间再造，打造图书馆新美学。记者王淑明、张宇，新北市报道。